来吧，我就等你呢，就等我了。我等你很久了，郭麒麟。来来来，我冲你啊！看我啊！别逗我笑，你没有逗你啊！哎呸！我都没杵着，这算啥？他杵着了，我碰到你衣服，不是我衣服，碰到我了。我这有个印儿在，你看。你真碰到我了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 为什么要在这演？我真没碰着啊！你真碰着了，不是，就算自打头，你杵也不行。你说我呢？野外不是打头，打头世界。来来来来来，你说我，你说我，你说我行不行？谦让上了，是吧？嫌我没有当哥哥样了，是吧？来啊，温馨又迷人。 轻轻闭上眼睛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呦喂呀！第一轮依然是红队获胜，恭喜红队连胜两局。哟！你们每位成员可以获得一次额外投票的机会，然后蓝队要接受可能暴露冒牌会员身份的惩罚。 不会还是画画吧？你们要接受的惩罚是，同时摆出一个跟这个暗号有关的动作。那就是要跟这个有关就行，还是说大家都要一模一样？有关就行。我们是不是得想一想？你看这想一想的就有问题。咋的？不知所措啦？不然要摆啥了是吧？你还敢在这 Q 我？美琪演技上线了。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今晚，咱们也接下来的节目。 干啥呢？你这是一个体操板。哎呦，这你还看不懂吗？我这动作有点难。撂挑子，看懂的人自然能看懂。<笑>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品，你细品。这完全都属于坑自己。<笑>你可能有点难，我觉得。<笑>你细品？不是，祖儿，这是什么？头疼。 你这啥？爆炸头？精神小伙，你自己解释一下。不用解释，不用解释，祖儿肯定是对的。都懂，你肯定是对的。我都懂，你肯定是对的。我到现在还怀疑你们是不是刚才给他贴错了？我 get 到了，我 get 到这个了。对啊，祖儿肯定是对的。